主，我们感谢你在这里做我们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主，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时候真的是在你面前好好的学习，让我们不是存着一颗偏见，让我们真的是愿意有一颗追求真理的心。主，我们祈求你真理的灵在我们当中做引导的工作。我们将今天晚上这一段课程的时间向你仰望，以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祷告。好。那昨天晚上呢？昨天晚上我们看到这一个的时候，特别是讲到这个success and prosperity， 这个 success and prosperity 之后，除了提到钱之外呢，另外一个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看接下来是关于到这个 health gospel， 这个呢也是在 success and prosperity prosperity 里面他提到的，就是关于健康的 the name it and claim it， 说你提出来，然后你就能够得到这个，不单单只是在金钱上面，他们也同样教导是说，能够在这个你的健康上面，也能够得到这些，昨天晚上我们提到的这个你的word of faith， 你讲出来你可以 claim 到的东西，不只是你跟神可以求到这个钱，包括你的健康。As a result, not only are Christians saved from sin.They are promised life of health， 就是基督徒不单单是能够得到这个的救恩，而且呢还可以得到这个的健康。然后这个 Kenneth Copeland，Kenneth Copeland 呢他是一个 Kenneth Copeland 他是一个在这个灵恩运动里面也是扮演这一个很重要角色的一个，他的名气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Kenneth Copeland。然后刚才昨天晚上我们提到的这一段话。是 Kenneth Copeland 他的太太讲的 ，OK， 那么按手祷告那个是他咯，然后那个穿白衣那个是他的太太的 ，OK， 他们在为这一个人按手祷告。他怎么说呢？他在这个 You Are Healed 这本书里面呢，他本身提到说 ，The first step to spiritual maturity is to realize your position before God，OK，、okay? 然后呢？他讲你是神的孩子，然后呢你是joint heir with Jesus， 然后你要知道 and one of their rights is health and healing， 你要知道你的权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权柄是你可以得到这个的医治，你可以得到这个的健康。这个呢是在灵恩运动里面也是很被提倡的，在整个的成功神学里面也是很提倡的。成功不单单是财富上面的成功，除此之外呢还有提到这个健康的这个的成功。这个灵恩运动的时候也是之前也是讲过的，在1960年之后呢开始，不单单是在就是在他们1950年之后，他们就开始不是自己建立教会，他们是影响各个的这些的宗派。然后1960年之后呢，也影响到了天主教。那接下来给大家看一段的这个的 video clip。这个的 video clip 呢是它是天主教在爱尔兰那边的灵恩运动来的。OK。Priest in the name of the Shalamanathia. Father God, send that fire, that power of your Holy Spirit. Pour your Holy Spirit. Touch the Lord as we hear us cry. Guide and direct the Lord. The name of the Shalamanathia. Priest in the name of the Shalamanathia. How we pray. Father God, Shalamanathia. Priest in the name of the Shalamanathia.Shalamanathia.Father God, that's great.
式的。天主教不一定是很保守的，天主教里面也是分两派出来，就是在灵恩运动之后呢，他就开始分两派出来，然后呢，其中一派是就是也是开始倾向灵恩的，也是开始啊，如果你刚才仔细听的话，他是在讲方言的，然后在整个的啊医治里面呢，很长的时候他们做的方式就是透过祷告。不是单单在祷告，而且是按手祷告，或者是来的，就是用油来膏那个人，然后呢，那个人出现了，就是好像倒下去，然后得到医治。这个刚才看那个场面呢，是一个非常温和的场面。你会看到有些人被按手的时候呢，有些人有倒，然后有些人是没有倒的。OK， 这个呢是在比较温和的灵恩派里面的。然后接下去我们看的时候，在医治里面呢，他们很常 claim 什么东西呢？如果一个人他生病的话，是因为 he has an unconfessed sin， 因为他有一些罪没有认掉的，或者是 I'm unable to heal her because 因为他没有信心， she's lack of faith， 他没有信心，所以我不能够医治他。所以你要得到医治的话，你一定要有信心，你一定要有信心。他们很强调这一个，所以在 word of faith。这个部分里面呢，他们很强调就是关于信心的这个功课，你一定要有信心，然后你要把你的信心宣告了出来之后呢，你才能够得救。所以如果我不能够医治你，或者是你的病没有被医治的话呢，他们会说因为你没有信心，我不是神不能够医治你，是因为你没有信心接受神的医治。但是呢，你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神迹奇事呢，包括这个的 healing 呢 supposed to be a sign for bothnon-believers and believers rather than just for the believers，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如果说你一定要有信心你才会得到这个医治的话，那么那些 non-believers 怎么办呢？他们都还没有信，他们还没有信的话，他们的信心从哪来呢？那么这些 non-believers 他们根本不可能会被得到医治的。但是圣经里面提到的这个的医治呢，是包括了这些的未信主的人。然后现在呢是提到说，如果你基督徒你病不能够得医治的话，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信心 lack of faith， 所以是一个很大的冲突。基本上呢，这个跟圣经的原则出现了很大的冲突。 OK， 当这些灵恩运动的领袖们他们都强调这个的医治会得到这个的释放，一定会得到这个的医治，但是呢 Frederick Price 就是我们昨天晚上看了一个的Frederick， 他就说到 Who is not in control， 如果你 control 了 Who is not in control， God he is in control， 他的书里面这样写的。 Frederick Price 呢，他说他 He may claim we don't allow sickness in our home， 但是呢他的太太跟他也是灵恩运动的其中一个领袖的，后来的时候 diagnosed with cancer。 OK， 这样是不是表示他们不够信心呢？然后 Kenneth Hagin昨天晚上也提到了，他就是那个 Faith of Movement， 不是 Faith， 是 sorry 是Word of Faith Movement 的这个的启发啊，这个的创办人，他宣称他说，他从来在六十年里面，在将近他年岁六十年里面，他没有任何的头痛，没有 flu， or even one sick day， 感觉很棒样子，但是呢。他到最后说他有四次他这个心脏血管的 crisis， OK， 是不是表示他没有信心呢？然后另外一个呢，这个Oral Roberts 呢，他也是一个灵恩运动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的领袖。那在美国那边，他甚至开办了 Oral Roberts University of Oral Roberts， 是他本身的大学的，就像今天 Steve 你开了一个大学叫做 Steve E。The University of Stevie， 你想象那个哇，是你还活着的时候你就开了一个，然后呢，很多人去那边读的，然后他的那些 University 呢是很多人去那边读，然后都是推展着，他有提到神学的，也是有读其他的科系的，不过呢是用灵恩，就是用这个的灵恩运动作为整个的推发的。Oliver 呢，他曾经在一个电台上面 Paul 为他这个按手祷告，然后他的 chest pain， 然后就为他医治他的 chest pain， 但是呢，在几个小时之后呢。而 Robert 呢，他居然得到这个 heart attack。 所以如果你好好看下去的话，如果一个人在这个的医治，如果说他会得到医治，如果他有信心他会得到医治的话，神一定会给他健康，神一定会给他健康。如果你不健康是因为你没有信心的话，那么
难道那个人就不会生病吗？人都会生病，到最后是怎么办呢？是不是表示说他就失去了信心呢？因为他说你没有信心，所以你才生病嘛。所以你要 claim， 你要宣称我有健康，我有健康，我有健康，我才会健康。那么是不是最后你生病的时候，表示你已经失去了这个信心呢？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号在那边，他们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Okay， 但是很多人就不明白这个，很多人认为我现在得到病痛，我在得到病痛，只要我现在得医治就可以了，表示我有信心。但是你不要忘记，人最后都会死的，是不是？那时候就表示你的信心已经破产了，所以就死了。OK， 然后在这一个的运动里面呢，很著名的也是 Signs and Wonders 这个神迹奇事。今天晚上我不知道多谈神迹奇事，因为呢，上两次在6月和7月的时候，那个崇拜主日崇拜的时候，我已经谈到了这个门徒与神迹奇事，基本上一些重要的原则已经交代了。那今天晚上的时候，我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个，这个他名字叫做 Benny Hinn。Benny Hinn 呢，他也是其中一个女工运动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人。当我提到这些的名字呢，他们都是扮演着很重要的一些的角色。然后如果说 healing is part of the atman， 那么为什么基督徒还会生病呢？如果这个基督徒的救赎其中一部分是包括医治的话，那么为什么基督徒会生病？然后Benny Hinn他怎么解释说，他说 the Bible declares that the work has done 2000 years agoGod is not going to heal you now. He healed you 2,000 years ago. All you have to do today is receive your healing by faith. 他怎么说呢？上帝已经医治了你，2000年前已经医治了你，他不是现在医治了你。你的病其实已经是得到医治了。你要做的什么东西呢？你是去 receive。他这个神学概念其实跟旧文的蛮相似的。耶稣基督已经救赎了你，然后你要去做的，你把它 claim 回来，感觉上是一个这样的。所以呢，我现在得到这个救赎，是因为耶稣基督2000年前为我成就了救恩，然后因他受的鞭伤，我已经得医治了。所以今天我生病，是因为我明明银行里面有户口，户口里面明明有是钱，但是我却不愿意去把它 claim 出来。所以说你很笨。你要做的工作主要是你要把它 claim 出来就是了。Benny Hinn 呢，他推动的运动呢，是一个非常就是在灵恩运动里面，他兴起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轰动，就是他提出了这个的 slain in the Holy Spirit， 或者是 slain by the Holy Spirit， 然后呢，或者是 the drunk， 然后就是醉那个圣灵醉酒的。在他推展的运动里面呢，然后后来的时候，在那个在加拿大那边就成为加拿大的那个 Toronto 那边呢，就成为了这个 Toronto Basin。在里面呢，很多人就是倒下去，很多不只是神迹奇事在里面，而且呢很多古古怪怪的事情。然后呢，他把它称为是 slain， the slain of the Holy Spirit， slain 被上帝击杀了，被圣灵击杀了。很恐怖的一个的名词。但是呢，在他的聚会里面，许许多多人领受他的这个，刚才我们看那个片段里面，在天主教那个至少还是比较温和的，一个一个来的。在他的聚会里面不是这样的，在他聚会里面是很激烈性的，而且呢甚至不是一两个人，有些的时候他是挥呀，有些时候是用嘴巴一吹，吹气了之后呢会一种倒下去，不是一两个人倒下去，是几百个人一下子这样倒下去的。为什么会有这种能力呢？如果这个的能力不是来自于神的话，这个能力是来自什么地方的呢？ Benny Hinn 他能力大到一个地步，人家把他封为是一个的 apostle， 是一个的使徒 Benny Hinn。 然后他所做的工作，他说我是 according to the Bible 啊，因为在旧约里面上帝吹气嘛，上帝吹气了之后，然后使我们领受灵，成为了一个有灵的活人。然后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也吹一口气嘛，他吹了一口气之后说你们领受圣灵。所以呢，今天Benny Hinn说我也可以吹气啊，因为天父上帝吹气，然后圣子耶稣基督也吹气，然后叫人家领受圣灵。所以今天Benny Hinn我也可以吹气，全部人倒下去，不是做作的倒下去，是真真实实的感受到一个超自然能力然后倒下去。但是你要注意，从来没有一个的使徒敢吹气叫人倒下去，从来没有一个先知叫人吹气倒下去。气是来自于神的，因为气是那个 pneuma， 他一开始的时候，他的字
就是圣灵这个字也是 pneuma 这个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是用 pneuma 这个的字。但是今天 Benny Hinn 说我也可以吹气叫人家倒下去，他不是吹气，他用了很多的方式叫人家倒下去。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个的场面。1, 2, 3, 3.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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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了你！Espíritu Santo, signs and wonders, señales y maravillas, are going to begin in your ministry. Estarán en tu ministerio. In Guatemala. En Guatemala. Are you ready for signs and wonders? ¿Estás listo para señales y maravillas? Bienvenido.Son hands,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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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hands. Tómese de la mano, son hands, son hands. Tómese de la mano. Bienvenido. Tómese de la mano. Bienvenido. Bienvenido. Power on you in Jesus' name. Poder sobre usted en el nombre de Jesús. Bienvenido. Fire. Bienvenido. Bienvenido. A este lugar. Espíritu Santo.Bienvenido a este lugar. Oh, my God. You see the fire on it? El fuego de Dios sobre él. Power on you. A este lugar. Are you ready? ¿Está listo? I said, are you ready? Dije, ¿está listo? I said, are you ready? ¿Está listo?John Hans, John Hans, John Hans, tómese de la mano, tómese de la mano. You're going to take this fire back with you. Ustedes se van a llevar este poder de Dios con usted. This fire is going back with you. Este fuego regresa con usted. When I say three, cuando yo diga tres, you say fire. Usted dice fuego. It's going back with you to your ministry and church. Usted se lo va a llevar a su iglesia y su ministerio. One, uno, two, dos, three, tres. Fire! Fire! Fire!Wonders shall take place in his life. Señales y maravillas ocurrirán en su vida. Signs and wonders shall take place in your life, says the Lord. Señales y maravillas ocurrirán en tu vida, en el Señor. What your eyes will see, lo que tus ojos verán, this generation has not seen yet. Esta generación aún no ha visto. Power on ya, poder sobre ti.No other power. See, that the power of God is electrocuting this man. El poder de Dios está electrocutando a este hombre. Be
people, I'm telling you, there's such glory here. Gente, le digo, hay tal gloria aquí. Their bodies are being electrocuted by the Holy Ghost. Su cuerpo está siendo electrocutado por el Espíritu Santo. Lift your voice and lift your hands and call upon Jesus. Levante su voz, levante su mano y clame a Jesús. God here. 你看清楚的话，他手上他拿着他白色的那个扣，他拿着他的扣的时候就要挥一下，挥一下，一整帮人啪倒下，百多人啪倒下去，只是来挥一下，有人过来就是挥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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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倒去，全部领受圣灵，全部领受圣灵，全部领受圣灵，然后呢，全部是 slain in the Holy Spirit。然后呢，打完去之后呢，然后很多的时候，如果你去看的话，他个别来这样按手完打完去，有人上来旁边那边，好像在旁边那边都有人在那边 stand by 着。然后呢，他就讲哦，就是你出来，你出来之后呢，然后就是把你就是就是没有按到你，就是倒下去之后还不够，然后继续拿起来，继续这样的扶起来，然后继续打下去，继续扶起来，继续打下去，三四次、五六次，可以一直重复，一直重复的。圣灵，如果这个是圣灵的充满的话，那么可以不可以你翻译成为第一次充满还不够呢？举起来，第二次可以去充满，第三次再充满，第四次再充满，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圣灵真的是降临 the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的话，是一次、两次、三次，然后是不断不断的呢？Benihin 它造成的整个从它开始，然后呢，对于这个的signs and wonders 就开始了有新的一个的 definition， 然后呢，不单单只是好像。并得到一致啊，然后不只是好像有人得到这个，而且是他们经历到了一些的东西，他们，他不是一个很温和性的，不像之前那一个，之前那一个，像天主教那个，我们看了那一个，至少还是比较温和性的，但是这一个有些的呢，他真的是好像就是好像打到感觉上，你去看 YouTube， 你去找关于这个 Benihin， 他所好像他所做的这些。然后你好好去你翻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来的时候，神来的时候，神是一个赐平安的神，神是让你感到平静的神。但是为什么在他们的运动里面呢，然后出现的不单单只是人一个一个的倒下去了，倒下去如果你继续看的话，他们接下来是怎么样呢？他们这边滚来滚去，然后有些这边大叫，然后有些整个好像是好像是吸着这样子，一直在那边抽，一直在那边抽了，然后甚至有些人是开始叫，然后有些人是大哭，一直哭不停，哭不停，然后可以笑，可以笑一两个小时的，也不知道在笑什么。就是之后反问他们，不能够 control 是 uncontrollable， 就是一直在那边笑，一直在那边笑一些。然后有些人是学狗叫，然后呢学老虎叫，各式各样的动物的声音叫出来的时候，他们觉得哇，这个就是圣叫了，然后呢圣哭了，圣笑了，这些东西。这个呢，在那个时候呢，1980、90、2000那几年时间，特别是在那个 Toronto Blessing 里面 t
Toronto Blessing， 然后便成为其中一个他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他们每次提到说是一个引以为荣的，是圣灵降临的一个的年代来的。他们认为，但是呢，许许多多不能够解释的一些神迹奇事发生在里面，但是这些的神迹奇事都不合乎圣经的。什么时候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倒在地上然后乱叫乱叫，你能够想象到吗？使徒保罗在那边哇乱叫乱叫，然后彼得在那边乱叫乱叫，你能够想象到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捍卫他施洗的时候，然后天就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然后耶稣基督整个倒起，然后那边抽啊，那边大叫，然后学狗叫，学猫叫，然后学老虎叫。但是现在是你翻译成为这个就是所谓的被圣灵充满 ，OK， 这个大家好好思考一下 ，OK， 然后不只是提到这些这个哦，然后接下来我还有一个要给要还有一个 clip 要给大家看一下的，这个的 clip 呢，我觉得它接下来这个 clip 我需要先解释一下，接下来这个 clip 呢，它是一个是一个的，基本上是一个的 documentary 来的，是会有分成两 part， 差不多将近是一 part 差不多十分钟，差不多有二十分钟的时间。它是一个的牧师，这个的牧师呢，他本身参与过这个灵恩的运动。然后呢，他后来的时候，他就把灵恩运动里面的这些的现象，好像那些人被圣灵充满之后，他们这些的现象，他来做一些的比较。然后呢，他找到很相似的，他们不是男傻一群人，他们就开始去研发，然后很不对劲这样子，然后他们就发现了，在印度教里面很相似的，在印度教不是。基督教里面，在印度教里面被他们的灵充满的时候 ，Kundalini 充那个灵 ，the spirit of Kundalini 充满的时候呢，现象跟今天所谓灵能运动里面这个的现象非常非常的相似。然后呢，那他就在里面尝试做了一些的解释。OK， 那么你在里面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你熟悉的面孔，如果你昨天晚上好好的看有好好的注意去看的话。Okay. Hi, I'm Andrew Strom, author of the book Kundalini Warning: Are False Spirits Invading the Church? Now, of course, that's a very radical title. And we're going to be looking at a huge amount of video footage in this documentary, and I want to show you some of the shocking things and just how similar they are to the Kundalini cults of Hinduism and the New Age movement, Eastern religions. The stuff that's been invading in the last, say, 16 to 17 years, I believe it's the worst invasion in church history. So we've got a lot to look at.And my background is, I've been involved in the charismatic movement myself for over 25 years. I've been part of the prophetic movement. I was part of that movement for 11 years. So I saw all of this incredibly alarming and disturbing stuff coming in while I was involved.I first heard about this man, Rodney Howard Brown, in about 1993-94. He was holding huge meetings in the United States, very popular, and was starting to have a huge influence with his drunkenness. He called himself the Holy Ghost Bartender, and he would lay hands on people, imparting to them this laughter, or he would wave his hands at people and this laughter would overcome them, or shaking, or uncontrollable jerking.All these manifestations were starting to happen. And he became huge in the word of faith because he's a huge prosperity preacher. So he got himself on Kenneth Copeland's television program, and you can see them behaving drunkenly on stage, live on television. Here's Rodney Howard Brown imparting this spirit of drunkenness and laughter into some of the biggest leaders in Tulsa, Oklahoma, the biggest word of faith prosperity teachers.
guy called Randy Clark came down, saw what was happening, got this impartation through the laying on of hands, got this anointing himself, and he took it into the Vineyard movement. Now here is Todd Bentley explaining how Randy Clark brought this in. He received a spark of the anointing in Tulsa and in Lakeland, came down, and just weeks later God used him as the fire starter for the Toronto outpouring and the Toronto blessing in January 1994. And we have here tonight Randy Clark, and I asked him to come out, dear Randy, because I know you're a fire starter. And you've been lighting fires all over the world. So it entered into the Toronto Airport Vineyard Church. And so it became known as the Toronto Blessing. Went worldwide under that name, the Toronto Blessing. Everybody knew what that was about. People falling down, acting drunken, laughing hysterically, shaking uncontrollably, or jerking backwards and forwards, their head shaking back and forth. People even roaring like lions. People making animal noises. You know, this stuff had not been seen in the church. I mean, it maybe in a tiny way on the fringes. This stuff had never been seen in the church on this scale before, and it invaded worldwide. So all around the world, especially in the Commonwealth countries, we're talking England and all through the UK, Australia, New Zealand, Canada, and many other nations all over the world, all through Europe, all of the charismatic movement was into this stuff for the large part. And so this thing became a worldwide sensation just in a couple of years. Now the basic question that we're asking in this documentary is, why are these manifestations so similar to Eastern religions and Hinduism and the Kundalini cults, and yet they're not found in scripture, they're not found in the Bible, they're not found in classical Christianity at all? Of course, in Hinduism, one of the most common ways of experiencing a Kundalini awakening is through a guru placing his hand upon your forehead. This is called Shaktipat. And when they do that, you'll be infused with this incredible love and this wave of emotion. You'll fall down. There'll be all these manifestations, maybe animal noises, joy and weeping and shaking. This is a Kundalini awakening, and amazingly, it is exactly the same as what we have been seeing in the Toronto Blessing. Now this all began with Rodney Howard Brown imparting a new anointing into a bunch of leaders, and they spread it around the world. In fact, it spread like wildfire. How do we know that Rodney Howard Brown had a pure anointing? How do we know it wasn't a Kundalini spirit from the beginning? Because it seems absolutely identical to it. Now, one of the very clearest signs of a Kundalini awakening has always been these kriyas. You see this woman involved in the New Age movement, she's walking along exhibiting these kriyas happening, involuntary jerking motions. And the staggering thing about it is that we are seeing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these exact same type of kriyas right through the Toronto movement. This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clearest signs of Kundalini that we know of. A friend of mine from South Africa who's done a tremendous amount of research on this topic says that Kundalini is like a false Holy Spirit. It produces even miracles and healings, infusions of love and power and energy and emotion and all these kinds of things, and yet it's the Hindu version of the Holy Spirit, and it's not holy. Now, we all know that in the last days, the Bible speaks again and again warning of deception, seducing spirits. It says that it'll be perilous times will come. It says there'll be lying, signs and wonders. It says all of these things, soberness, sobriety,
being alert, being watchful. This is what it says to us all the way through the prophecies of the last days. Here we are, we're in the end times now. And what do we have on our hands? We have a movement that's promoting weird and bizarre signs and wonders. We have a movement promoting drunkenness when we're told to be sober in the last days, again and again. It's promoting all kinds of whacked out spiritual experiences, and we are warned in the last days, watch out for seducing spirits. The Bible even says, it goes as far as saying this, if possible, the very elect themselves would be deceived. So I don't want to be taking any chances with deceiving spirits in the last days. If it's weird, if it looks like Hinduism, if it looks like it's from some Eastern religion, I don't want any part of it. The charismatic movement should have shut it out and said, no, we're not having this. This is exactly what is warned about in Scripture. Welcome to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documentary. I'm Andrew Strom, author of the book Kundalini Warning, Are False Spirits Invading the Church? As we've already seen, in the 1990s, this bizarre new movement with drunkenness and animal noises, falling down, jerking, and all of this spread around the world. They think Toronto's something. Wait till they come to Boston. And of course, Charisma magazin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Christian magazines, was right behind it. In the USA, another revival took off in Brownsville, Pensacola, which at least had real repentance preaching, but it also had a lot of this truly bizarre stuff as well. Aches and he grieves for your spirit. He grieves for you. And then in 2008 came the biggest one of all, Todd Bentley and the Lakeland Revival. This outpouring kicked off when Todd Bentley, a 32-year-old Canadian with a longtime healing ministry, came to do just five nights of meetings in one Lakeland church. Bam! We're in 214 nations a night, potential audience 400 million. And 10 hours a day, we're literally around the world. People are seeing what's happening here in Florida. That's because God TV made the unprecedented and extremely expensive decision to preempt all their primetime programming and broadcast the Lakeland meetings every night. Now, there's no question that this was one of the biggest, most publicized movements that the Christian world has ever seen. We had 550,000 different computers have logged into the webcast. That's incredible. But of course, the Lakeland movement was also loaded with the same bizarre manifestations as we've seen elsewhere. A little bit of that glory's coming on me. And we have an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audience tonight. And I got that vibrating again. Lord, let everybody vibrate. So what were some of Todd Bentley's biggest influences? Well, he tells us himself. But one outpouring that's most precious to me, because it brought intimacy and the presence of God to the church. It brought refreshing and renewal to the church. Was what took place in Toronto, Canada. So it's no surprise that Todd Bentley invited the founder of the Toronto Blessing, Randy Clark, to minister at this new revival. I see some of you already, the power of God is like 110. God, make it 220. Now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leaders and Christians were coming to Lakeland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get an impartation of the Spirit.
And our focus here in Florida every night is I lay hands on every single person that comes, whether it's 5,000, 10,000, and I'm praying, God, give it away, give it away, give it away. That's the focus here, impartation. Some are saying this is the most contagious anointing the world has ever seen. Just look at what people are receiving here and taking back to their own city and their own church. Here's what happened in Dudley, England, when the Lakeland anointing arrived there. And this was repeated all around the world in hundreds and hundreds of churches wherever this anointing went. Even Charisma magazine began to question some of what was going on. But that didn't stop the very biggest leaders in the charismatic movement from endorsing and promoting this movement. On June 23rd, 2008, they held a special commissioning ceremony for Todd Bentley live at Lakeland with the very biggest apostles and prophets of the charismatic movement. This is Peter Wagner, the head apostle of the entire charismatic movement worldwide. And here's Rick Joyner, the top prophet of the movement. This commissioning represents a powerful spiritual transaction taking place in the invisible world. With this in mind, I take the apostolic authority that God has given me, and I decree to Todd Bentley, your power will increase, your authority will increase, your favor will increase, your influence will increase, your revelation will increase. Of course, only weeks later, Todd Bentley's movement completely fell apart, and no amount of Stacey Campbell shaking her head was going to change that fact. And receiving the tablets came after Numbers 24. Just a few weeks later, on July the 9th, ABC Nightline had a special on Todd Bentley and the Lakeland Revival. Little did we know this would be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the revival. Can you supply us with three people who have been cured through miracle with their medical diagnosis, their names? But we never got three. Instead, we were given a binder filled with what Bentley says are stories of inspiring miracles. It offered incomplete contact information, a few pages of incomplete medical records. Doctors' names were crossed out. And so, not a single miracle claim of Bentley's could be verified. But then came even more shocking news. Todd Bentley was separating from his wife. He'd apparently been having an affair with a female staff member even while the revival was going. And of course, at this point, the entire revival collapsed. Lee Grady, the editor of Charisma magazine, spoke for multitudes around the world when he wrote these words. Todd Bentley's announcement that his marriage is ending has thrown our movement into a tailspin, and questions need to be answered. It was not supposed to end like this. But sadly, that was not the end. Todd Bentley divorced his wife, married his girlfriend, and the biggest prophetic ministry in the world, run by Rick Joyner, undertook a speedy restoration process to fast-track Todd Bentley back on stage again. And now here he is, back again, ministering alongside his new wife. And the thing about the elephant, it wasn't just an ordinary elephant, it was a wild elephant, a wild elephant. As we've already seen, these same spasmodic head movements in Hinduism are taken as a sure sign of a Kundalini awakening. Why then are we now seeing them in the church? It is for everyone, for every Christian. And so, aided and abetted by some of the biggest names in Christendom, Todd Bentley and others continue to spread this anointing right through the charismatic church. Jesus, I pray some of you would feel like you're getting electrocuted. But this is not just about Todd Bentley and his friends. This is about thousands of charismatic leaders all over the world who made the decision not just to bring this stuff in and endorse it, but to actually transfer it onto their own people. And I don't care if it was peer pressure, just because every other minister seemed to be getting into it. I don't care what the reasons were.
This is one of the worst, most disturbing movements that maybe the church has ever seen, and these guys brought it in deliberately into the church. And when the very top apostles and prophets in the entire charismatic movement can get up on a stage and endorse and promote and prophesy the grandest things over such a suspect movement that was obviously suspect right from the start, we've got to know our top leadership, they don't have any discernment. Your power will increase. Your authority will increase. Your favor will increase. We need a revolution in the leadership of the church.不是像你想象中那么简单，不是像怎样子做这么就是拿手祷告下，但那是讲方言、讲预言，然后不单单只是看形意象做一模。真正提到灵园运动的时候，灵园运动的现在的灵园运动，IP的领袖，他们做的事情是这样的。然后你说没有啊？我经历到的不是这样，可能不是这样，可能是水温核心的。但是如果今天特别你来到这边的话，来到纽西兰的话。那么有多少人将会被上火他？你说我比较温和的，但是我相信都会被鼓励去的。然后如果你去到那边的话，如果你真的是领受的这些的灵的话，你领受的是什么灵？你要好好考虑清楚一下。这些是超自然的工作，超自然的作为，超自然的作为只有两个可能，一定是来自灵界的，不是来自圣灵的话，另外可能。 只有可能是来自邪灵。如果不是来自圣灵的工作的话，就是来自邪灵的工作。而如果今天教会就是这样随随便便的、很轻易的觉得教会增长很快，然后觉得信主人数可以很多，带领很多人来教会，用这种的方式来带领人来到教会的话，你让他们领受的是什么灵 ？OK， 这个是我们的教会还要好好思考的。这不单单是在你说没有啊，这个是西方的国家，西方的教会才这样。 东方的教会没有，谁告诉你没有啊？东方的教会最大的教会是就是那个赵永基的教会，接下来我是会提到，刚刚好接下来提到他这个赵永基，David Joyungi，OK， 赵永基牧师，他的教会是现在就是超过他会有人数超过80万 ，OK， 他就是这个的教会了。 那个虽然我看不懂韩文 ，OK， 他的教会下面那个是他的80万，不是一间教堂有80万个人在里面哦，不可能的 ，OK， 那这个为什么下面有这个什么啦啦队这些东西呢 ？OK， 这个是在2006年的时候，他们决定开一次的就是一次的聚会，类似像祷告会的样子，然后呢，他们就租下了那一个就是他们用来踢那个 World Cup 的那个足球场。 OK， 他们租了下来，他们的member从不进去里面。然后你看有分颜色的，为什么分颜色呢？来自不同地区的，然后分颜色。比如说达利丁的从穿黄色，然后呢 ，Crashers 从穿红色，然后一批一批的人，然后每个人拿着那个东西，然后整个full到完掉的。赵永基牧师呢，他本身他很强调这个就是宣告啊，然后这个就是这个 Word of Faith。 Movement， 他非常非常的强调这一个，然后呢，他不止强调这一个，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你要找的话 ，Internet 上面你可以 download 下来的。这本书他写的名字叫做《第四度空间》 The Fourth Dimension》。为什么第四度空间呢？第一度空间、第二度空间、第三度空间都是我们经历到我们可以看到的，但是呢，主宰这三度空间的是来自第四度空间的，就是那个灵界的。 然后他自己本身在他的书里面怎么说呢？他说，因为在他的那个教会里面，他也是用很多的神迹奇事来吸引了很多的人，然后甚至呢，他可以当场在那边表演，不是表演，对他，我也不能够说是表演，对他来说就是当场就是施行了这个医治的，然后呢，可以直接为人家动手术的，用空手为人家拿出了什么。
那些东西，那个不单单只是魔术啊，不单单是那个，他也是有这个能力。他说来自什么能力呢？他说来自第四度空间的这个的能力。OK 呢，是在观众看之下，是在电那个 camera 全部照着之下，他可以施行了这种的神迹奇事医治的工作。医病不单单是这样，而且是血淋淋的把那什么东西拿出来。OK， 然后他自己在四度空间的书里面，他怎么宣称呢？他说我在施行这些的神迹奇事，神运用使用我施行这些神迹奇事的时候，我必须要承认，他自己的书里面这么写，他说我必须要承认，我用的来自四度空间的灵呢，不一定都是圣灵。OK， 如果不是都圣灵的话，除了圣灵之外还有什么灵呢？OK， 他自己本身如此的宣称，他现在人数超过800,000的教会，那他会有超过800,000的。OK， 那么谈些比较轻松的课题，该课题可能太严肃了。在整个的这个灵恩运动里面呢，看到另外一个的现象，就是 Success and Prosperity 里面呢提到，除了这个的钱可以增长，然后你的病可以得到医治，然后你可以领受不同的这些的成功。另外一个呢是 church growth， 就是教会能够增长得很快。大凡是这些的 mega churches 呢，你好好看一下呢，都是走向灵恩的。在 South Korea，OK，、okay? 赵元吉的教会，然后呢，这个 Crystal Cathedral，OK，、okay? 在 California 那边 ，OK， 这 Crystal Cathedral 呢是在1981年的时候被建起来，建起来的时候他们讲是一个像是一个水晶。非常非常的漂亮，在它里面呢，你看它是用了超过100,000片的玻璃，单单是用玻璃，然后在那个的那个 steel structure 上面贴上去下去，在里面呢，你可以看出去，在里面看出去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况，然后下面一张如果看得不清楚，那个是它里面灯光打出去的时候，整个像是一个水晶发亮的水晶样子，它们里面呢。那个上面那个东西看不太清楚了，大哥，那个是一个的 organ， 是全世界最大的 pipe organ 在那边。OK， 但是呢，在2006年，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们破产了，他们欠了4,300，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4,300-4,600万美金的债，然后呢，他们没有钱还债，然后结果呢，他们不得不把这间教堂卖掉，就是给 people。我们把它卖掉，卖掉了之后呢，还好，至少感谢主，不是给回教卖掉。回教现在做的工作是不断买基督教的教堂，一方面呢，是因为有这个建筑在那边的，我们可以商用；另外一方面表示我们的优势占领了你们的优势了。OK， 最后说给谁买掉呢？给天主教买掉。然后现在呢，基本上这一间不叫做 Crystal Cathedral， 这间叫做 Christ Cathedral。OK， 是天主教的了。OK。谈丰盛的神学，但是到最后的时候，要把整个教堂卖掉的。然后这个 Joseph Prince 来自新加坡的话，你应该会认识他。这个 The Star 谁？新加坡人开都没有，应该还没有，不是？还没有正式被启用是吗？那个时候他们说是本来预算是在今年年中 ，mid 2012年的时候会开始启用，但是呢，到现在还没有。这个他们是用的。多少是用的10亿？如果没有计算，10亿新币来建起来的。然后呢，他们自己出了5亿，然后呢，他们贷款了5亿，马上能够拿出5亿新币出来。它不单单只是一个的 church， 它下面有 shopping mall， 然后呢，还有一个可以5000人坐的一个的 theater 在里面。OK， 形状看过去非常非常的前卫。感觉上，如果你从不同的角度看的话，它都是不同的这个的呈现的，但是很漂亮的纸，高高看去的话，有点像太空船的样子。然后 Joseph Prince 呢，这些成功神学的这些的牧者们，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非常非常的有钱，因为他们需要成功嘛。如果要教导人成功的话，像我昨天晚上说，你本身不成功，你本身没有钱的话，你怎么教导人家有钱？你是牧师，你应该更加有这个信心嘛，所以神应该更加赐福了你嘛，所以你要有更大的这个的财富，然后呢，你会众才会更多。他是新加坡第二大的教会，现在呢，超过24,000人，他的这个的会友，一间教会里面超过24,000个人，他的年薪呢，
前阵子的时候呢，很被就是不是前阵子，是差不多一两年前的时候呢，被公开出来，然后在基督教的网站上面讨论到翻掉的，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还是你们每天看一些 Facebook 其他东西的？我希望你好好注意一下，特别是基督教里面的时事一些东西，你会发现到这个基督教不是像你想象中那么完美，信主就可以等着上天堂，乱到半死。有时候他的年薪呢多少呢？50万新币 ，half a million。一年他赚50万，然后他们就问他了，总统都没赚50万，你赚50万 ，OK， 那不一样。他教会说我们还得起啊 ，OK， 因为要推广这一个成功神学，然后呢，年薪50万，不知道他要不要请 assistant pastor，OK，、okay, 然后呢，这个 pastor Kong Hee， 我相信大家知道新加坡最大间的教会 ，OK 呢，他的太太何耀珊 ，OK， 是一个的新的，是一个的 pastor。然后他的教会34000，应该是34000的会友 ，OK。但是呢，现在陷入这个就是这个一个的这个 podcast 里面 ，OK。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是 Roy Austin，Roy Austin 他是在这个Lakewood Church 在 Houston 那边。Houston， 你们有看 NBA 了吗 ？Houston 是。什么队啊 ？Chicago Bulls， 然后 LA Lakers， 然后 Houston 是 Rockets， 火箭队是。也不知道 Houston Rockets 的话不用紧，知道姚明吗？穿11号的那个姚明，之前是在那个 Houston Rockets。Jeremy Lin 也是去了。然后今年7月的时候 ，Jeremy Lin 签进去了，接下来三年会在这个 Houston Rockets 那边看他。为什么讲到这个 Houston Rockets 啊？因为这一个的教堂。他们买下他们2006年的时候，那个 Houston Rockets 他们的那个的 NBA 的主场，他们要搬迁到新的一个地方去，然后旧的那一个的场地怎么办呢？卖了给这个教会 ，John Austin 整个接手过来，然后把整个的这个的 NBA 球场改成一个的教堂。所以呢，姚明曾经在这个教堂里面打过球，那个时候还不是这个教堂的时候，姚明应该是2004年去是吗？他这个是2006年的时候被买过去，好恐怖，非常非常大。这个是有多少？应该没有记错，应该是4万3000的 member， 是全美国最大间的教会。Joel Austin， Joel Austin 他本身没有读过神学，他爸爸是一个的牧师，他爸 John Austin 是一个的牧师，然后也是一个五旬节中的。然后带领着会有差不多有5000多个人，然后呢一直不能够突破，然后他爸去世了，然后 Joel Austin 就那时候没有牧师 ，Joel Austin 就去帮忙了之后呢，然后人数非常增长得很快了，一直在增长，然后呢教会的领袖就留他下来说，你一定要成为我们的主任牧师，然后就把他留了下来，然后留到今天 ，Joel Austin，OK、okay, 笑得非常的灿烂 ，OK。OK， 那么在成功神学里面，这些的牧师呢，他们谈到这些的时候，他们会有很多教堂很大，很先进，然后呢，整个的气氛非常非常好。但是你不要忘记，你看到这个成功神学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它是来自什么？它是来自这个我们提到这个 Word of Faith。就是你要宣告出来，你要宣称出来，然后呢，你讲了之后，你就会得到；你求了之后，你一定会得到。因为呢，现在不是 God in control， you are the one who are in control。你是那个抓住那个，所以你刚刚跟神求，所以呢，在他们，你好好去注意听他们的讲道的话，那些牧师的讲道的话，会引用圣经，然后有时候就是也提到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些东西。他们有提到，不是说完全没有提到。当然，除了像那个 Todd Bentley 啊，然后还有其他一些的，有些真的是乱七八糟呼叫 Angel 的名，然后整个很乱很乱。但是至少像 Joel Austin 啊这些，他们至少还会提到这些的福音。但是福音不是他们主要的这个讲道的论点。他们告诉你要怎么样过一个好的生活，要怎么样过一个快乐的人生，要怎么样更加的富有，要怎么样保持家庭里面的和谐，带领的都是人的需要，然后这些东西都是人家我需要听的，我现在口袋里面真的是不够钱用，然后牧师来这边告诉我要怎么样可以更加的有钱，直接的帮助到我，很实际很实用，从来不谈神学，
从来不知道更深的这些信仰呢，是非常非常表面的，知道耶稣基督拯救了我，在当中至少他们知道了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们在当中或许有好多还是糊里糊涂不太清楚的，不过呢他们对信仰的认识，对基督教的认识，基督教是一个让人富裕的宗教，基督教是让人成功的一个的宗教。如果你不成功，如果你不富裕的话，如果你生病的话，因为你没有信心，所以你要用更大的信心来回应。这个呢基本上是现代的整个灵恩运动里面一个很大很大的思潮。所以你看的时候，去那边的时候，他们就告诉你，一直提到关于奉献，一直提到关于钱的，一直提到财富的东西，提到健康的东西，提到家庭的东西， 提到这些东西，圣经没原则性的东西基本上讲不多，就拿了一个出来之后呢，然后开始自己来发挥，自己来发挥了，然后很喜欢讲旧约里面的些，然后旧约里面能怎么样经历到上帝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新约里面那些很系统性的东西呢基本上不多谈，谈的时候呢就谈到这些灵这些的讲方言啊，然后这些医病啊，然后这些的赶鬼啊，然后这些神迹奇事啊，你跟他讲阴性成义的话，基本上没有几个在那边讲什么阴性诚意啊，然后 要怎么样啊，然后这些东西基本上没有，不是说完全没有，但是呢如果你好好去看一下这一些领袖们，这些主要的领袖们谈的，昨天晚上今天晚上所看的这几个的领袖都是在灵恩运动里面都是扮演着很重要角色的，这几个到底有多少他们真正是能够好好的来传讲福音，基本上不太多。OK，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休息，我们差不多休息 break 两分钟 ，OK， 两三分钟我们休息一下，那我们再继续。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可能曾经有这个有类似这样的经历，就是灵恩的经历，可能你有被人家按手祷告倒下去过，我也被按过啊，我也倒过啊。我经历过那种的感觉，那时候是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信主第三年那个时候，因为一方面我想认识，一方面基本上那个时候我还懵懵懂懂，还想去尝试，感谢主拉保守着的，然后我也去参与过这个去到就是好像医治不知道大会，然后进去里面的时候赶鬼的医治赶鬼的，然后那个哇很特别，印象很深刻很深刻，为什么呢？因为一进去那一间教会之前呢，他们有招待员在外面分什么东西呢？支气囊吗？不是。分糖果吗？不是。分什么东西呢？分纸袋。他说我期盼哪一个什么，然后旁边告诉我说等一下如果你要吐的话吐在里面，他们有人吐，然后哇整个场面乱七八糟，哇臭到乱子在里面，不过那个时候我是一个的旁观者，所以我想去认识，因为我希望我这些，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肯定我以后会牧会的，然后我要做一个的传道人，然后我盼望我有这个的 first hand 对他们这些的认识，然后呢有些人吐出来，然后东西很奇怪，有些是青金色东西你不能够理解的，很多超自然的事情在里面，那么有些人可能有被教导讲过方言，然后如果这些呢你要怎么样处理呢，你说我真正实时经历过，然后听过这些的预言，然后这些东西我经历过，虽然没有那么 extreme 的，没有什么讲到了，然后没有这样摇头怎么讲啊，这样讲话，但是至少我经历过一些。 OK， 在 conclusion 的时候我们提到，不过我现在先讲提到就是关于灵恩派有很 extreme 的，然后有很就是比较慢的，比较温和的，在温和性的灵恩派里面呢是就是这个不是一个的绝对性，但是呢你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也不希望你随随便便去尝试，然后不要随随便便给人家按手祷告。 OK， 基本上给我自己来说的话，我也不随随便便为别人按手祷告，然后特别是如果是除非是好像受洗的话，然后这样为他，然后不然的话我也不随随便便。你知道在灵恩派里面他们有一个，他们很长的时候是为了按手祷告，是什么原因吗？因为他说你要把能力出去，你的能力要出去，你的能力不出去的话，新的能力不会进来。为了这个的缘故呢，灵恩派的领袖呢常常为人按手祷告。可能你不知道，不过你好好问他一下，你是不是这个的有这个的神学在背后？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今天我能力出去按在 Steve 身上的时候，那 Steve 领受的是比较 cheap 的能力了，对不对？因为是我不要的了，我 second hand 的给他了，然后我领受新的了，然后呢 Steve 再按给飞，然后飞是领受 third hand 的了，然后呢 Steve 又空了，要我给他，然后呢所以我需要一直为别人按手祷告，按手祷告，按越多的话我领受新的能力越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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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进来。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基本上非常非常的危险。然后如果你经历过这些东西的话呢，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也是有这些比较灵恩的这一些的恩赐。我完全不否认圣经里面提到这些有疫病的、有赶鬼的，然后呢能够说预言的这些呢，我之前的时候在这个门徒与神迹奇事的时候，我都提到这些东西了。这些东西圣经提到的，我相信确确实实有，但是呢，绝对不像今天那么多。我相信这些东西呢，大部分都是在什么地方呢？都是在那些穷山僻壤，那些还未开化的，然后呢，他们要看见了之后，他们才能够心灵相信。而今天呢，却是在明明圣经可以让人家明白的地方里面，人家不好好读圣经，把圣经丢在一旁了。神迹奇事仍然有行在当中，神迹奇事在那些圣经还没有被翻译在里面，那些人他们需要经历到这些东西。然后这些你问我这些的预言啊，这些的讲翻译这些东西存在吗？当然存在，我肯定的存在，因为它是神给的恩赐，神按着己意来分给一个人，他想分给谁就分给谁，这个呢我绝对的相信仍然存在。但是呢绝对不像这一个我们看到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里面太多太多违背圣经的这些原则了。然后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随随便便的向这些东西开放的话，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那说你说我可以不可以求这样的恩赐呢？可以，你可以求这样的恩赐，但是保罗的原则是这个的恩赐只能够造就你自己，为什么你不求更大的恩赐呢？然后保罗说，如果你要求方言的话，为什么你不求这个讲道的恩赐呢？哇，你是讲道恩赐，在台上面讲道，哇，我怕，我不要，我不要，那我讲方言我比较喜欢点，是这样子吗？保罗说不，宁可说五句讲道的话，也不要说，也胜过说万句的方言来的。当我们提到这些恩赐的时候，你要很小心，要很注意，因为呢，其他的恩赐人家很容易辨别出来。你讲到，如果你讲错的话，你讲歪理的话，你讲耶稣基督不是神，只是完全的人的话，或完全的神不是的话，那一听就马上知道你对不对的了。因为呢，这些的恩赐呢，很清楚的，人家可以马上的 define 到底你是不是合乎圣经的。但是牵涉到这些很灵恩的恩赐的时候，人家怎么样 define 呢？这些的恩赐是一个是属于，因为它是来自灵界的了。牵涉到灵界的时候，你不能够你的理性去 define 它的了。然后呢，你可以说有啊，我真是来自圣灵的工作啊。你很难能够，你成为旁观者，你很难能够知道这个圣灵还是邪灵。甚至你自己本身，你经历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这个是来自圣灵还是邪灵。你是说我感觉到这个是来自圣灵，因为这样，我经历到来自圣灵。圣灵是这样 define 吗？不是，圣灵来是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在约翰福音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所以圣经提到圣灵的时候，它是真理的圣灵，它提到真理，然后圣灵来的时候是让我们明白真理，是让我们荣耀神，荣耀耶稣基督。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圣灵来的时候是乱七八糟，场面乱得半死。你可以看到那个学狗叫，学那个狼在那边这样叫，像什么样子？人的形象何等的尊贵，人是比动物高的，这个的定位里面，神、人、动物。但是现在呢，人不学像神了，人不效法耶稣基督了，人效法这个动物了，这样爬来爬去，爬来爬去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圣灵的充满，这个就是所谓圣灵的喜。今天灵恩派敢宣称到这样的地步。如果你在看昨天晚上，你在看他们所传讲的这个的。他们传讲什么是福音啊？什么时候才能够 define 真正的福音什么东西呢？不知道，可能是五年吧，可能是十年吧。他已经死了，他 define 不出了。怎么办呢？到底什么是福音来的呢？到现在，难道你不能够 define 什么是福音吗？福音不单单是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吗？福音还要加上其他乱七八糟东西，还有这些赶鬼啊、释放的 deliverance 这些东西呢？这些东西是现在很常用到的了。
deliverance 啊，你要得到释放啊，你要得到圣灵的洗啊，然后你要这些东西，讲这东西呢，不是讲圣经。OK， 如果一个灵恩派的那个灵恩带动灵恩领袖的这个，他是好好尊重圣经，好好讲解圣经的话，我会尊重他。如果他名气再大，会有再多都好，他没有好好的讲解圣经的话，这个的牧者我不尊重。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被召成为上帝的传道人，是好好传讲上帝的道，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要好好把上帝的道讲解清楚。但是你为着别人的缘故，为着名利，或者是为着其他什么因素都好，你把上帝的道放在一边，你去找，你去弄这些水道，搞一大堆的花样，这些东西你带动了教会的复兴，你认为这个是神所喜悦的吗？如果你真的好好侍奉神的话，你用神所喜悦的方式侍奉他，你不要用自己的方式来侍奉神，可以不可以？那么我们继续看下去。 OK， 在灵恩运动里面，我们继续看下来。然后在灵恩运动里面呢，还有另外一个很就是被抢的，也是今天晚上会谈的，就是最后一个的 point。 OK， 是关于到这个 on present worship。 OK， present worship 呢，就是唱诗的时间呢，领唱，我们称为是 inspiration， 称为是这个领唱的时间。这个呢，是在这个 charismatic movement 之后呢才开始，突然间在教会里面，各个教会里面都有这个的领唱时间、领唱时光的。 OK， 包括在我们的教会Pentecostal Church Services， 他们是非常的啊，就是很让这些的刚刚来到的那些，他们会感到很舒服，他们会 feel good about it， 然后他们会有一个 sense of belonging 在里面的。他们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是一个很温馨的。你来到你去到你尝试一下，你去到那些比较灵恩的这些教会的时候，这也是我们传统比较福音派的教会我们需要做出的反省。我们需要真正承认，我们有时候教会真的是太冷淡了。看到新朋友来的时候，没有几个人主动会去跟他握手、跟他讲话、跟他做交朋友的。来了一两次的这些东西，然后就走过去把他当成陌生人，常常只是小组，只是那几个人讲来讲去讲来讲去，然后别人呢，你完全不认识。虽然我们堂会这么小，位六七十个人都已经这样了。如果是六七百个人的话呢？如果是六七千个人的话呢？你想一下。这是我们教会应该做出的反省。但是在比较灵恩的教会里面呢，他们非常的 welcoming。 我去到一个 我有一次在槟城，在北岛，槟城北岛那边啊，去到以前的一个的崇拜的时候，然后呢他们是在一间酒店的一个的 hall 里面，他们然后刚刚下车的时候，朋友带我去，然后刚刚下车的时候还在卡帕那边的时候，就看那个招待员，哇，然后就满脸笑脸，那跑过来问你啊，你是不是来参加这个崇拜，来参加这个聚会的啊？每一个来到卡帕停下，他们都来这样问啊。你想一下，哇，是的话，他们带你走，然后一进去的时候，感觉到很被那个真的有那个队伍在那边，哇，每一个人好像很亲切，好像随时可以过来给你一个拥抱。华人来的，不是说只有西方人在做，可以给你一个 sense of belonging 在那边，你就是哇，归属感很强很强。然后在你一进去的时候，听到很优美的音乐在那边，从来还没有开始，在台上的人不是在那边 testing， 然后哦哦哦那边，哇，他们唱着歌，很美很优美的歌在那边唱着，然后呢，音乐那些配的非常非常的，一进去里面的时候，哇，你就感觉到，哇，好像上帝就在这边，我在敬拜着上帝，感觉非常非常的好。就算不是那些基督，就算还没有信主的，他们进去的时候感觉到哇，好舒服，好舒服的感觉。但是不是每一个教会都是这样，因为有些的教会呢，他们的音响是非常大的那种的，是轰炸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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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种的。OK， 但是呢，大部分的灵恩派的他们教会呢，他们是让你在里面说，让你感受到那个的温馨，小组里面的温馨，然后在团体里面的温馨，在教会里面的温馨。这个他们努力的服侍啊，在音乐上面好好的做好这些东西啊。这个我相信是我们今天教会的亏欠。OK， 我们在这一方面我们做得很不好。OK， 那么在这个灵恩运动里面呢 ，present worship 呢，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它是不断，然后在里面呢有唱歌啊，有拍手啊，然后讲到一半的时候可以 speak in tongue 啊，然后唱到一半的时候可以唱起灵歌来。然后就唱一帮手，然后就可以随，然后就很即兴的唱一些东西，唱的时候，然后就开始讲起方言来，然后音乐就很美很美的在背后来配搭着。
他们的默契真的是一级棒，如果你好好去听一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如果你听过像 Hillsong 啊，然后听过那些，他们的默契太美太美在那边的。然后呢，甚至有人会在那边跳舞，他们称为是跳灵舞，在那边开始跳灵舞啊，然后拿着旗啊挥来挥去啊，就整个 celebration 的场面是一个很舒服，很是感觉上是一个很美的场面。然后呢，他们不是唱三四首诗歌，第一首、第二首、第三首、第四首 ，OK， 大家请坐，站坐，不是这样的。他们是很非常的，让人家感觉很舒服，很舒服的。然后呢，在每一个小时啊多啊两个小时下面呢、啊，你可以唱诗歌一两个小时，是一个很舒服、很舒服的场面。我曾经去参与过他们一个的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那时候是在他们刚好那一次 conference 在泰国，所以我就特地跟一群就是灵恩派的朋友他们一起下去啊。其实我不太认识他们，那一个时候那群人是跟我一个的朋友，然后那个朋友认识那个灵恩派的，然后总之呢一起下去，然后从 all the way 从那个 Johor 那边，然后去到了那个泰国那边。OK， 在那边我们有10天9夜的 conference。10天9夜的 conference 来自世界各地的，他们在那间其中一间大学，我忘记那间大学叫什么名字了。OK， 那间大学呢，不是在 Bangkok 那边，是在 Bangkok 在进去里面是在 Chiang Mai， 在 Chiang Mai， 他那所的大学里面，他们把整个大学的那个的 hall 礼堂租下来，可以做多少个人呢？可以做超过10,000个人在那边。然后，那我很享受那段的时光。每次他们是 inspiration 的时候，我很享受。我站在他们楼下，他们有2层的嘛，然后上面有一个这样围过去的，可以看下面的。我是站在围过去的，站最高最高上面那边的。然后呢，他们在台上面那些带领唱的，有4个的牧师在那边带领唱，1个的主唱，3个的助唱在那边就是帮忙的。然后呢，我印象很深刻，在他们中间呢，牧师后面那边中间台中间那边呢是一粒鼓在那边 ，OK， 那鼓在那边，然后鼓的前面呢有3把的那个的 keyboard， 3支 keyboard 在那边，然后 keyboard 旁边那边呢有一排过去应该是有7、8架的 guitar 在那边，然后呢后面一排是 bass guitar 在那边，然后这边过来呢这边前面呢是那这边前面呢是有差不多3排的女孩子跳那个 trampoline 的，跳那个铃鼓的 ，OK， 3排的。然后呢，这一排的后面那边呢，是一群那个他们的 backup singer， 全部穿着黑色的衣服的，应该有3排的人在那边，他们是 backup singer， 然后是穿着黑色，然后是穿着那个衬衫的。然后这边另外一边后面过去那边呢，是3排的什么狮帮来的，穿着狮帮的袍在那边的。然后这边前面呢是什么东西啊？是一小群的 orchestra 在那边，有小提琴在那边啊，然后有那个的 double bass， 有 bass 啊，那些什么管弦乐都在那边看过去。然后他们的配合非常非常的棒，他们唱泰国语的歌，那时候我觉得哇，我心里面感触很深，我觉得哇太美太美的一个的场面了。然后我就跑去，然后私下问那个的牧师，每一次都是那一个的牧师带，然后有机会就跟那牧师谈话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在大学4年级的时候 ，OK， 那我就有机会跟那牧师谈话的时候，然后我就问牧师说，哎，你们几乎每一个 section 开始，然后早上、下午、晚上，你们都带领唱，然后带领唱到1个小时多，你们到底配合练了多久啊？啊，没有啊，我们这是2个小时之前，然后我们聚在一起，然后我们一起祷告，一直祷告，求神让我们有合一的心，然后呢，就是跟大家讲一下我要唱什么歌，然后就这样开始了，哇，完全没有练习的，来自世界不同的地方的，然后聚在一起，2个小时这边祷告，然后那时候哇，觉得祷告真是非常非常的棒，对他们来说。那个时候是一个很享受的场面，然后看下去的时候，哇，可以人拿着那个旗到处跑，跑下，很美很美的一个的场，很舒服很舒服，不是很吵闹的，是一个很温馨的。然后我在想，那时候我需要 confess， 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在想，主啊，我以后是不是要在你的教会里面来服侍？我向神问过这一个。然后呢，在我读完神学3年的时候，在最后一年的时候。毕业之前的时候，我去到了一个的修道院，我就是自己跑去退休，去到新加坡的一个的修道院里面，然后自己在里面3天，在那边退休，然后好好祷告，然后那时候我继续问神，我不晓得主啊你要怎么带领我，但是如果你要带领我去到什么教会的话，我都愿意顺服。然后呢，但是
感谢主，主没有带领我去那，主让我很清楚的知道我需要好好的来传讲他的道，所以今天我在这边。我对灵恩派我不是很排斥，讲真正的我不是很排斥，但是呢，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我的题目会把它定成是灵恩派的利与弊，因为呢，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对灵恩派有很反面、很就是很错误的观点。但是我在预备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再次提醒我，然后我自己再次得到一个醒觉，原来灵恩派，当你提到灵恩派的时候，我不是提到这些的现象的，我是从它最本质开始看起。所以呢，我今天昨天晚上、今天晚上我们看什么东西呢？提到他们的 gospel 是什么东西？提到他们讲方言的时候在什么地方怎么讲？然后提到他们这个的 movement 到底这些的，那他们的 prosperity 从这些的基本的东西讲起，然后主要的讲这些讲起的时候，然后呢提到整个的现象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你要好好提醒自己，你不要因为在里面感受到这很舒服的感觉，又觉得这个就是对的了。这个呢，在灵恩派里面很强调，灵恩运动里面，我不说灵恩派，灵恩运动里面很强调的是音乐用得非常非常的棒，用音乐可以吸引了很多很多人。所以如果你们有音乐恩赐的话，好好的在这里服侍，用你们的音乐恩赐来服侍。The church service 在整个的崇拜里面呢，他们的崇拜呢，主要的可以说是敬拜上帝，不过对他们来说更适合的不是 Sunday service， 而是一个 Sunday celebration， 是一个的欢庆来的，欢庆会来的，所以他们很跳跃，所以每个人很欢呼在里面的。他们提到的是一个的 emotional impact， 然后呢是一个就是情感上面的一个影片，然后所以在里面唱的时候可以唱到流泪啊，唱到跪下来啊，唱到祷告啊，然后高举双手，这些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一个很自然，因为是一个情感的一个的表露，不像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就这样静静在那边唱，然后又不敢，又好像又不知道怎么样，然后怕手一举起来就变成哈灵恩派在那边，然后又不敢举起来在那边。OK， 有时候我们会这样。OK， 他们的讲点是他们愿意在，就是愿意好好的表露，就是的，他们就是要表露就是的。然后 ，for example， 有个 example 就是啊，他们的 minister 呢，当然这个我指的这个比较不算是东方的教会的，是特别是提到那些啊。那些黑人的牧师 ，OK， 如果你有机会呢，去 YouTube 那边去找那些就是黑人他们讲到的，哇，他们讲到非常非常的棒。他们讲到的时候，他们的 tone， 然后他们的 pitch， 那我本来找了一个，然后要给你们看，然后我觉得啊，可能如果这样的话，可能会对他有点不尊敬样子，因为毕竟他不知道怎么说，但是他们讲的时候呢，你。他们讲到的时候呢，会有背景音乐在那边的，然后讲到一半，他说哇，讲到很激动，哈利路亚，所以音乐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大家哈利路亚，然后讲下来又开始平静下来了，所以神对你说哇，什么讲下来平静下来，然后突然间音乐出来的时候，然后会让你整个的情绪跟着音乐在那边走，然后有时候突然间完全没有声音了，然后继续讲下来，开始讲到激动的时候，哇，音乐又出来了，哇，那些乐手配的实在是太好了。真的是我只能够说他们真的是太 professional 了。OK， 这个是我们的教会，我们现在的教会需要做出这个的反省的。OK， 然后你说他们讲的是非常非常的激动的，你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去看一下那些啊黑人牧师他们讲到的，哦，他们讲到的时候有个我注意到他们讲到的时候都基本上都有同样的一个的特征，是他们在讲台上面除了放圣经，他们还会放一个东西吗？叫什么东西吗？放手铐，就是么讲啊，讲到一半放下来，哇，擦一下；讲到一半放下来，哇，擦一下，哇，讲到满身大汗那种，哇，很享受，很享受的。然后讲到一半说，哇，唱诗歌出来，哇，很漂亮，很漂亮，即兴的唱出来的。这个呢，是一个的强点来的，他们很敢于表达。OK， 在灵恩运动里面呢，这个 feelings and emotions 是一个很主要的，他们这个的宗教这种的经历来的。然后呢几乎呢在他们的这个 inspiration 他们的崇拜里面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很热的这样站起来跳，站起来，哇，站起来啊，然后拍手啊，然后跳跳跳跳 跳, 跳，很啊，是一个年轻人在那边的话是一个很活力的一个场面。但是我在西部那边的时候，
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们去过一个灵恩派，因为我们去不同的教会，然后就去参观，然后不同宗派的，然后去到一间灵恩教会的时候，然后这里面人数差不多有百多两百个在里面，然后他们在里面他们当然唱不到那一种的水准 ，OK， 但是他们尽量尝试 bring to 那个的水准，然后让我印象很深刻，直到今天我不能够忘记的。我一听到那首歌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画面的。有没有听过有首诗歌，就是 One Day Jesus 那首诗歌吗？那首诗其他东西我全忘记了，我只记得那个 One Day， 他动词 One Day Jesus One Way 啊 ，OK， sorry， One Way Jesus 在那边。然后为什么我印象这么深刻呢？是因为我在那边的时候，我看过去，看到那边一排的时候，是那个阿木，你知道沙老月的阿木是怎么样子的吗？他们穿的，他们的头发就是垫一下，然后垫的那种的，然后差不多五六十岁，然后七十岁的，然后他们的衣服呢，不是穿着你这种衣服，是就是穿着阿木那种那个很滑的那种衣服，滑滑的那种的，然后呢也不能够动的，然后有阿贝在那一边的，然后阿贝就是那种白白的，然后什么掉下来的，然后呢就是衣服穿下，然后衣服没有这样摊进去里面的，穿的那个衬衫，然后白白色，然后没有摊进去的，然后穿着拖鞋的那边，哇，然后一边拍手一边跳，一边拍手一边跳，哇，那个场面，我不能够接受。讲真的，我真的是不能够接受。如果是一群年轻人在那边跳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活力，但是我佩服他们。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是勇敢地表达他们对主的一个敬拜的心，但是呢，哎，那个时候我真的是看着会怕他们心脏病，没有，他们每天很常在跳，所以心脏应该很健康。但是对我来说，我真的是不能够好好的在敬拜我的主，然后感觉很混乱就是了。然后在当然那时候在之前的时候基本上也接触了，在我读大学的时候，然后去到一间的教会那边里面，他们从头就是跳，什么歌都来跳，一边拍手一边拍手，跳到我一些东西，哇！碰到那些老年人的时候，我不太能够接受他们怎么样能够，然后而且呢，他们整个的崇拜，我可以说整个。崇拜虽然很美好的表达了他们的情感，但是很遗憾的是，像那边的话，整个的崇拜神学几乎没有看见。崇拜有崇拜的神学在里面，崇拜的礼仪里面有他的神学在里面。比如说圣餐，崇拜有崇拜的神学在里面，崇拜的礼仪里面有他的神学在里面。比如说圣餐，基本上圣餐是给予的，圣餐不是自己拿的。圣餐 Eucharist 的意思是就是感恩的意思，然后彼此在一起彼此掰饼感恩的 OK， 包括在上面的时候，我们在上面的时候，刚刚在那边的时候，我是给了安克之后，然后我不是自己拿来吃的，这个不是正统的神学，真正圣餐的神学是安克给了我之后，然后接下来我分给你们。对他们来说不是这样，对他们说一开始然后进来，不管你有没有受洗，不管你是怎么样，然后每一个人然后就是传pass 下去，然后每个人自己拿下，然后拿杯在那边，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只要你在场的话 pass 下去，你拿就是，然后就要这样领受。在灵恩运动里面，这些灵恩派里面很多的时候，他们整个的崇拜神学，他们看中的什么东西，只是环境，这边敬拜，提到神的道，好好讲解神的道的时间真的是太少太少了，也难怪为什么在灵恩运动里面这些的信徒他们的神学根基不稳。我说你不要跟我谈神学东西，神学东西不能够让我有所经历，不能够改变我，我自己改变我生活的东西，很实际的东西可以马上改变我，没有钱马上给我钱，我生病马上给我医治就可以了。然后你跟我讲三位一体啊，你跟我讲因信称义啊，这些东西留给神学家去讲，不，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是你整个神学的 structure， 你整个信仰的根基在什么地方。如果你整个信仰的根基不稳的话，你以后出去的时候信仰是乱七八糟的，你信仰很容易动摇的。但是如果你在这边好好的受装备的话，我相信你至少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虽然你没有经历到这些东西，可能甚至你没有上过这些的课程，但是你知道会有不对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因为你信仰开始了有些这样的根基。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 ，How about gospel hymn？ 那边传统的圣诗那怎么办呢？传统的圣诗呢，两个，他们不唱，或者是呢，他们来新唱，来用新的方式来唱 ，Amazing Grace，Amazing Grace， 三拍的变成那个变成四拍的，然后加上那个 My Chains Are Gone， 然后这些让变成一种比较抒情的方式，我可以接受。但是呢，我要讲的是传统的圣诗跟今天我们唱的短诗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今天的教会呢，包括需要承认，包括我们的教会也开始渐渐的不唱，也不太注重这个传统的圣诗。虽然我们在圣餐主日的时候我们会唱这个圣诗，但是我们还是会唱一些的短诗。短诗不是说不好，因为毕竟是在敬拜，也是用诗歌来敬拜神，也是用诗歌来表达一些的信仰。传统圣诗，你说传统圣诗曾经也是流行的嘛，然后流行的曲子嘛，然后到现在的时候，因为时间久了，所以他们变传统嘛。那么100年之后，我们唱的现在的诗歌也变成了传统的诗歌嘛？是不是这样讲呀？不是的，分别太大太大了。分别大概什么东西呢？传统的圣诗，如果你去好好看的话，像 Amazing Grace 啊，然后像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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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然后像那些的圣诗，那些的圣诗虽然它调好像很 boring 这样子，但是你看一下它信仰的内容表达的很深很深。第一个 stanza， 第二个 stanza， 第三个 stanza， 表达什么东西？然后表达是什么盼望？然后是一个神学很强很强的根基。然后呢？那个时候的背景是什么样的？那个时候因为传统圣诗呢，在19世纪、20世纪的时候开始，像那些 Fanny Crosby 他们写的，像我们唱的那个 Jesus Let Me Near the Cross 啊，那样的诗歌。那些的诗歌被写出来的时候呢，基本上教育水平不太普遍，然后呢，很多人不认识字，你要叫他读圣经啊，要跟他讲这些东西啊，他可能不太能够接受。但是呢，唱歌就很容易了，因为你唱歌唱歌唱歌唱了之后，你马上会背起来的，对不对啊？很容易背，所以如果你考试觉得背东西难的话，你尝试给它编成一首歌背起来的话，圣经目录嘛，专注黎明圣明耶稣呀，你很容易背，对不对？这里背创世纪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之后什么东西的，不会的。但是背成一首诗歌的话，就很容易的。那个时候传统圣诗呢，是那些的神学家好好的揣摩了里面的字要怎么样用，要怎么样用有限的字来表达那个无限的信仰。所以传统的圣诗是一个很浓缩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的表达的，它表达很深很深的意思在里面的。现在的诗歌你好好去听一下，有几首能够来这样表达，如果能够表达这种的很深的意境的话，它是一首好的诗歌，好的现代诗歌。但是很多现代的诗歌表达不出这种的意境，很多现在的诗歌表达什么东西呢？我要赞美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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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要赞美主，我赞美主，我就是要赞美主，每天赞美主，日夜赞美主，然后石头也要赞美主，然后太阳也要赞美主，月亮也要赞美主，星星也要赞美主，就是要来赞美主。That's all， 就是赞美主哎，然后唱很开心，哇，赞美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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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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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了之后你感到很舒服，很爽很爽很爽，哇，诗歌然后曲风很舒服，内容在什么地方呢？没有表达出。然后你背了下来，云上太阳，云上太阳，云上太阳，他从不改变啊，他从不改变，云上太阳说啊，你唱你，我还在想着为什么这首诗歌会 这首歌会被称为是诗歌。你可以说啊，云上太阳上面，上帝在那边是吗？太阳上面，月亮也在那边呢、啊。你讲那个太阳嘛，那个地球太阳上面月亮啊，还有什么？你很难表达，是一种很肤浅的一个的，然后大家唱得很陶醉在里面，能够成为传统圣诗吗？你休想，你不可能能够成为一个这样的很经典的圣诗传下去。平安夜唱到现在，然后 Fanny Crosby 的诗歌唱到现在，然后你看 Charles Wesley 他们的诗歌，然后那些的诗歌唱到现在还是很有这些价值的。虽然你没有唱了，不表示它没有价值了，它失去这个价值了。还是很多人现在开始复兴这个的圣乐， OK， 但是现在呢不太注重这些东西，这些传统的这些诗歌唱，然后唱了之后一下子新的一批赞美之泉又出新的一批的时候，旧的一批全部丢掉了，然后呢
一直晃，一直晃，一直晃，一直晃。到底真正的价值在什么地方？能够有几首歌是好好把它留下来的？没有。现在的灵恩运动里面呢，唱的只要你那个时候你觉得舒服，你感到很开心，你觉得很舒畅就是了。来那边唱神哉神哉神哉的时候，觉得哇，这首歌带不起我的情感。那你唱的时候很显很闷的样子，你是可以稍微改编一下，你的速度可以稍微改一下，你可以好好的去看中那个的 gospel hymn， 而不是单单随便每次看的时候。如果你要唱这个短诗近代的诗歌的话，也可以不选一些有价值的，学一些真的是比较好的，你会发现诗歌可以好好的来表达这个的信仰。 OK， 好，到了 conclusion 了。 OK， 在现在的社会，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基督徒呢很长的时候会抢到什么东西呢？抢到这些属灵的恩赐，去好好看一下到底什么是我有的，什么是我没有的。然后呢，基督徒很常忘记了 about who Jesus who Christ is and of his word and teachings， 没有好好的去注意到底耶稣基督是谁，他的道里面讲些什么东西，耶稣基督真正的教导什么东西。你来到教会的时候，感觉上在整个灵恩运动里面注重的不是在于十字架，虽然十字架挂在那边，但是真正注重的不是耶稣基督跟他十字架，注重是个人自己，我的需要，我的钱不够，我的情感需要表达，注重的是我自己，我自己，我自己，我的感受怎么样，我自己，我自己，上帝怎么样，不要紧啊，反正上帝安安我们在天就是了。注重上帝的道吗？没有。如果上帝的道不好好注重的话，那么你不要 你跟上帝说你不要跟我说话，你听我说话就是了，你是这个意思。现在这个这个灵恩派基本上我们可以分为是比较温和的、比较激进的和第三个是异端的。 OK， 这三个被分出来，我相信这两个晚上我们提到的时候，很多的我们是提到很极端的，跟是 B 跟 C， 很极端的跟是那种异端的。异端的呢，你一听就马上知道了，他的焦点不是信主得永生，是透过天使，透过别的福音，或者是这个福音要加上其他的，加上讲方言，加上要讲这些东西才是得救，这个已经变成了异端了，因为你不是单单信耶稣得永生的。比较 radical 那种的，比较比较 aggressive 比较激进那一些呢，他们可能是很强调的讲方言，然后就是虽然他们不把这些的方言啊，不把这些的其他灵恩现象当这是一个的绝对化，不过很强烈很强烈，然后圣经几乎没有什么被教导到，然后这样的这属于比较激进比较 radical 的这个灵恩派。然后也许有些是比较mild的灵恩派，毕竟这些他们还是福音派的背景，然后呢他们只是看到了这个灵恩运动，他们渴慕着灵恩运动能够带来的这个复兴，能够带来教会一些能够兴旺教会属灵的一些的气氛，但是呢他有他的危机在那边。你说这样很好啊，这样我可以接受吗？不，因为呢当你开始慢慢间敞开的时候呢，然后呢你就出现很多很多属灵上面灵恩上面的问题的时候，你会渐渐的放掉了。你看到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会为这人数，然后你的福音开始这样妥协下去了。我参与过一个教，我去过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呢，那个牧师基本上是我认识的，那时候我还是学生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在读着 master 的时候，就接触到那边有一个教会，是一个华人教会，他也是做大专生的施工，他是一个就是被 classify 成为是一个灵恩教会，在他们的崇拜是四个小时的，早上八点到中午十二点的，然后吃完饭之后，然后下午一点开始，然后他们有他们的那个他们的这个 Bible class， 他们的 Sunday school， 然后那些开始 ，OK， 直到傍晚六点 ，OK， 然后傍晚六点之后呢，晚上他们有 fellowship， 到晚上九点 ，OK。所以我很佩服那个牧师
OK， 那个教会人数不太多，百多个人在里面。不过那个教会啊，让我感到啊，他虽然就是也是有，就是他们有在里面讲方言，他们不是说你一定要讲方言，不过他们在里面有讲方言，他们注重这一个这个 inspiration 的时间 ，inspiration 他们唱歌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OK， 我在那边站得很累，因为他们就站在那边，然后虽然我没有跟着他们跳，但是哇，我当他看他们跳，我都觉得很累了，因为我不是站在前面嘛。我是站在后面，然后看那个字，那些歌我也不会唱，这边然后看，我就那边这样 ，OK。然后，但是我很尊重那个牧师，一个地方是什么？那个牧师他讲到两个小时，四个小时的崇拜，一个小时唱歌，然后两个小时他讲到，他讲什么东西呢？他讲《帖撒罗尼迦前书》系列 ，OK。他用气讲来讲完他 ，OK。然后那个时候。他讲的时候，因为我听说他是用解经的方式，然后我在想灵恩派解经能够解到什么地方去，然后我去听，然后呢去听的时候，他从整个经文的背景开始讲起，然后讲了这些的，讲这个希腊文把它打在下面，然后一个字一个字来解释，然后再做解经的工作。我在下面听的时候，哇，我从来没有想到一个牧师讲到像。他不是好像在讲到好像在解经那样子，教你怎么样解这个圣经，然后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清楚，然后讲到那两个小时，全部人静静在那边，然后那些学生在下面，那些会众在下面在那边做笔记，两个小时安安静静的听到。那个牧师，我很尊重他，虽然他灵恩教会，但是呢。他仍然还注重神的道，我盼望今天他能够好好的尊重上帝的道。灵恩派不是你说你 classify 他成为一个灵恩派，他有灵恩运动，灵恩现象就成为灵恩派。灵恩运动，基督徒都应该是灵恩的，因为灵恩表示你是属于神的，你借着神的能力来做事情，基督徒应该是灵恩的。但是灵恩运动里面的注重的就把这种东西完全的忽略了。灵恩运动注重的是那些的 phenomena， 是注重那些的现象，是那些东西的时候呢，就已经完全的偏离了。OK， 那么啊，哎呀，这个忘记把这个人名字括下来，不 ，sorry， 就是啊，有一个灵恩运动的领袖，我忘记是哪一个，他说 charismatic 啊，我说 human after all。So they are probably more prone to inconsistency and perhaps internal strife as well. 然后 other systems may hav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years of people hammering out problems, but charismatic movement is none. 他提到的是灵恩运动虽然在里面有，就是有一些就是可能有些不对的地方在里面，但是呢，其他的宗派、其他教会，你们有一千年、两千年的时间，然后才走到今天的福音派嘛。我们灵恩派没有啊，我们才短短的一百年的时间，所以你需要给我们另外两千年的时间，两千年后你再来 judge 我们那时候会更成熟了。然后他提到说 ，and it potentially makes them a dangerous， 是一个威胁，对现代的传统来说，那一个时候会成为一个威胁。OK。但是可以这么说吗？不，灵恩运动不是现在才有的。灵恩运动虽然近代的灵恩运动，我们昨天晚上提了，是1906年 Azusa Street 那边的时候开始的。但是真正灵恩运动呢，不是那个时候开始，是在耶稣基督时代的那个时候就有这些灵恩运动的，那些门塔奴主义啊，然后那些那些很多就出现了耶稣基督。新约时代，保罗那个的时代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灵恩运动，然后初期教会都在跟灵恩运动挣扎着，跟他就是跟这些灵恩在对抗着，然后不得不写下。后来的时候为什么会写下这些使徒信经啊、加克顿信经啊、然后尼西亚信经，然后这种这些康瑟要出来呢？就是因为那时候太多的这些的异端跑出来，然后大部分的异端他们是灵恩的。所以呢，要定下教会真正的传统在什么地方。所以，灵恩运动不单单是这一百年的事情，不是这 first wave、second wave、third wave 的这些的事情，而是在两千年前，其实灵恩运动都还存在的，只是一直不能够起来，因为呢，被正统的教会就是打压了下去。
不合乎圣经，不合乎圣经，不合乎圣经。当然，在其中也是用一些比较残忍的手段，有时候被把他逐出整啊逐出国家，然后不能够再回来。OK， 但是呢，直到上个世纪的时候，二十世纪的时候开始，就是很兴旺的开展，就是突然间灵恩运动突然间很兴旺，很兴旺起来。然后灵恩运动起来的时候，如果是 positive 的角度来说，他们真的是很兴旺起来。但是如果从 negative 的角度来说的话，你要好好思考一下，到底大部分灵恩运动、灵恩现象背后，它是神的灵在工作，还是邪灵的工作？如果是邪灵的工作的话，是不是教会自己打开了一个的方便的门，让邪灵进来做拆毁整个教会的工作？今天你好好去跟这些灵恩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讲起福音的时候，来好讲神学的时候，有多少个能够好好坐下来跟你谈，好好坐下来跟你听？不，他们都是讲这些情感的人。会不会是在这个的末世的时候，主要来的时候，很多很多人就被诱惑了，仿佛以为自己是在圣经的真理里面，其实靠着圣经最近，离真理是最远的。在敬拜着耶稣基督，但是呢，其实却不曾接受过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救主。如果是这样的话，灵恩运动或许，我不是绝对，或许 perhaps 是教会历史当中魔鬼作为最大最大的欺骗，因为那一大批的人勾引人，沿海走遍沿海陆地勾引人入教，就是为了让人听不到正确的福音。我不是说绝对，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教会我们要怎么样做呢？我们继续让人去经历这些的灵恩运动吗？还是我们愿意好好的把福音传给他们，把正确的福音来告诉他们？灵恩运动当中当然有它的好处，更新了很多的灵性，但是呢，照你给你们看到这些的 YouTube 里面的这些的画面，那一些的灵恩运动呢，使得教会造成太大太大的伤害了，基本上不能够说是对教会的伤害，因为大部分人他们都不是基督徒，他们以为在教会里面，但是很可悲，他们不是教会，他们不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求主怜悯啊。OK， 好，我们就结束这两堂。那么有什么问题吗？我还有七分钟的时间，有什么问题吗？我希望九点半结束，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自由的。